他的真情实我一向都不懂，这不错。哎，千兄，我记得这是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吧？是啊，我想这就是缘分吧。 这幅图上的诗，我准备将它送给你。青山寺上一丛竹，天河还在，鸟已去，前尘往事已成空，白云心中多条痕。心中有情藏不住，站在高处看远方，撑断人河。 有谁知？老大，你看啊，青山寺上一丛竹，那这个就是等字儿。天鹅还在，鸟已去，把这个鹅字鸟去掉，那就是我。不对，老大，这首诗的暗语是等我亲自说爱你。 姓金的小子要跟大嫂表白啊！老大，又被进去阻止他，万万不可呀！大嫂和老大昨天刚说好要相互信任的呀，那现在进去岂不是很打脸？不是，老大，万一大嫂要是答应他的话，那……金兄啊，其实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是。 算了，我们趁今天这个机会说清楚吧。我也不想让你再对我有什么误会了。其实呢，我的心里除了他再无旁人。虽然他的确傲娇霸道，还有点大男子主义，甚至还不理解我想要什么。但是，我的确没办法不喜欢他。 我明白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信任的力量，棒棒，真棒！